Hello， 我是阿怪，今天要介绍棕色尘埃2。棕色尘埃2是由韩国游戏公司推出的 RPG 游戏新作，是一款主打剧情体验的角色扮演游戏。承袭了前作的 2D 美术还有精致原画的特色之一，是一款充满优美气氛背景下发展各种事件以及冒险故事的 RPG 作品。这次我们将扮演一个在乡下生活的青年拉德尔，在被袭击的同时意外地遇见一位女骑士优斯提亚的冒险故事。剧情的玩法很像在玩一款剧情走向的单机 RPG 剧情，拥有完整的故事主线。一开始进入游戏之后，为了让玩家熟悉游戏，会先使用一代的人物剧情去做教学。战斗与之前的玩法有一点相似，采用的是九宫格站位，玩家将可以依照敌人的排兵布阵去做调整，像是使用盾牌就可以防守 BOSS 的攻击，弓箭手就能攻击后排的敌人。在回合结束之后，就换成敌方攻击，每一回合都可以重新再调整站位。也能使用每位角色的 SP 攻击技能，只不过 SP 的技能点数是大家共用的，并不是每位独立的。战斗画面的画质也是有大大的升级。这次的玩法，我们将能够在村庄、野外地区、充满魔物的迷宫中探索。我们也可以在探索的同时使用每位角色的专属技能，像是女主角就可以烹饪食物，男主角则是草药猎人，另外也能够消除现场的障碍物，解除陷阱侦测、制作装备等等，有助于让玩家更投入在游戏当中。目前游戏在今天已经展开了7日的全球测试，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冲刺，然后还有这边的控制键，这有点像是那种比较单机 RPG 的类型。前往酒馆。哦，可以在路上乱捡东西哦。酒馆应该在前面，然后只要发现有这个闪亮亮的东西就可以捡。别人的摊贩，别人家也可以。可以跟人家讲话。画质其实还不错，就是那个感觉的氛围感，还有那个细致度，我觉得还可以。就是现今的游戏啦，因为很害怕有些游戏就是给你弄很久以前的质感。不过大家可以看到那个人物的部分还是这几个，有没有？卡森、大声一点吧。全部都在。突然跟大叔打起来了。啊，他们的其实 人物的一些风格全部都是旧版，像这个都在故事里面都出现。我说的故事是那个《棕色尘埃故事》这款游戏 ，SBOA 根据参角来说计算。哇靠，画动画是漂亮的，他还给你偷看他的那画，偷看那个荧幕才对。还想再多战斗看看呢。小偷来了。哦，这是之前的那个故事，那个女生啦。
要去追那个人了吗？可一直很想乱捡钱了。地上也太多钱了吧！找到了。哇，氛围感变了。看一下，手持盾的卡森来抵挡攻击比较好。哦，所以它是直线攻击的啦，就跟那个游戏玩法一样。换对方了，我技能在冷却了，那就直接打了。这把游戏变成从横向变直向的啊。好，得到暂时同行。好，去酒馆吧，应该酒馆吧，对不对？好，回来酒馆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干嘛？等一下，这里面好多东西可以拿。太多东西可以拿了吧？贪财啊！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技能。他擅长偷取东西，靠，还要偷钱。哦，还有时间限制。前往卖肉的地方，卖肉。哎，经过有钱的地方，我一定会去领的。哎，可恶！
好，开打，多三个人了。将他移到他的前面。民兵的愤怒，速度加快一点。哇，我的钱已经一万多了哦。不过它的缺点是它没有那个自动导航，算了，这种玩游戏不用自动导航也可以啊。好，走去帮忙吧。我要丢哪？哦，只是为了可以过而已啦。哦，因为它的攻击伤害比较远啊，然后攻手是不是也要用？攻手要用技能，他也用技能，好。我操！
欸，又一个人临时同行。没有，没办法买什么武器之类的吗？应该可以吧。我们现在看他怎么打吧。他只是前面的物理伤害，所以攻手要先过来这里，他打最后一个，然后盾牌到前面，这个应该打这样子，好，这样子，好，这样子 ，OK， 然后攻手先用，因为攻手可以打后面的一个人的技能，然后我们再使用一个技能吧。这个咧用威格的咧，其实这种战法应该要让那个前面的所有的人都死得快一点会比较好。靠，我的威格死掉了，自爆。靠，是他识字的，所以我排兵布阵排错了。这样子看他打谁，对不对？啊，没有了。下一回合应该就可以了。还行啊。可爱，也太多人了嘛。
又是一款全新的故事吗？然后现在这个才是算是正式的开始了吧？因为我们的主角就叫拉德尔，所以就这一位咯。这个骑士叫什么？优斯提亚吗？잠꾸러기가드디어이런프레드다치숲에서쓰러진웬꼬맹이가갑자기놀트말해봐흑마법 이런시골에흥그래사실은지금걱정시켜서미안해그럼다행이지만그래잠깐내가여기있다는그래도지금시간이면这是现在是新的开始，新的篇章就对了。全新篇章哦。这个画质感真的蛮好的。哎，过不去。在这里救我的人吗？加入了吗？优斯提亚，好像是传送阵的概念吗？哎，真的哎。这可以制作料理耶。좋은냄새로군요。
啊，走错路了。哦，加速，靠北，是要走这条路啊，加速没了。欸，怎么没有战斗啊？好奇怪啊！好酷哦！怎么一直捡东西啊？승리군!